你不是真的爱我的，别欺骗自己，别欲盖弥彰。如果你真是爱我的，就不会把我送到这个鬼地方。他们对我做着你可能一辈子无法想象的事，他们折磨我，但我彻底没办法承受无知。你不是真的爱我的，求求你放我出去。你不是真的爱我的，别欺骗自己，别欲盖弥彰。当我醒来，心头在隐隐作痛，睁开眼睛之后又是场更可怕的噩梦。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被困在了哪里，无论我怎么问他们从来不会搭理，除了笑着说是你妈咪亲自送你来的。而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惩罚你。我们有长长的铁棍顽强的房间，但房里没有光线，只有厕所给你方便。他们的双眼里流露出凶光，在烟雨间散发着疯狂。求求你告诉我怎么样你才可以饶了我，让我收拾好行李然后离开这里。我害怕睡觉，因为不想再见到明天，想大声尖叫又不敢被别人听见。我有个心愿，希望下次能多吃一口饭，或者找到一把小刀来割手腕。你不是真的爱我的，别欺骗自己，别欲盖弥彰。如果你真是爱我的，就不会把我送到这个鬼地方。他们对我做着你可能一辈子无法想象的事，他们折磨我，但我彻底没办法承受未知。你不是真的爱我的，求求你放我出去。你不是真的爱我的，别欺骗自己，别欲盖弥彰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没有什么改变，我依然被困在这里。每一天我都有坚持祷告，只是我还是没能找到那把我想要的小刀。所以我试着吃的几次牙膏，我是试着选择睡着，让我自己一直发烧的。该死的，这些玩意儿一点都没有用，除了可以丰富我已经有的痛苦。最恐怖的是我开始习惯了在这儿的生活，也没有那么的奇怪了。或许我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悲剧，我不应该去反抗命运对我的非礼之事。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，我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怎么可以忍心这么对我。当我在这里受尽了折磨，你们怎么可以入睡安心的钻进被窝。不是真的爱我的，别欺骗自己，别欲盖弥彰。如果你真是爱我的，就不会把我送到这个鬼地方。他们对我做着你可能一辈子无法想象的事，他们折磨我，但我彻底没办法承受未知。你不是真的爱我的，求求你放我出去。你不是真的爱我的，别欺骗自己，别欲盖弥彰。